大家，今天是2月18号，然后来记录一下今天，因为今天我要先去苹果店拿 AirPods Pro 2，然后会开箱给大家看，然后接下来要去就是印一些拍立得，对，然后要寄给朋友这样，然后要去买卡片，收集卡片这样，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啦，出发。到了，苹果到了。谢谢你，不会不会，谢谢。然后我现在来到了那个，就是他旁边的一家法拉克，他来印那个立可的，就是有点像立可拍这样，就把照片印出来，然后想说寄给就是。曾经在摄影奖里面出现的人，这样，然后我想说把作品寄给他们。去过我新 A13 两次，然后第一次是去换电手机的电池，然后那一次就还蛮顺利，就是店员都还蛮细心跟耐心去解释，然后就很热心帮忙。然后今天，然后我去第二次，然后我去领我的 AirPods Pro 2，然后其实进去的时候店员都还蛮 nice， 然后他有跟我说就是今天要不要拍个店员这样，对，然后我就说 OK。然后后来就是给我物品跟那个 AirPods Pro， 然后跟那个店员，他给我商品跟教我蛮多东西这样，然后也为我解惑，所以那个店员算是对我蛮好的这样。然后后来就是我要出去的时候，结果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我直接被拦下来，对，然后他就说就是一直把我拦住这样，对，然后那个店员就是。他就是把我拦住，然后说你就有看到你用那个行动式录影机，就是 GoPro 这样。那我就说对，怎么了？就是我只有拍我自己这样。对，然后他就不讲话，他就一直重复概念，我就一直狂跳这样。然后我就，然后我也没办法，就是一直被困在那。然后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另外一个店员才道歉，就说哇他是新来的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可以走这样。就只有那一件事情让我有点收效的无奈吧，就是对，因为其实我有真的有指示他，然后我是事先有讲的，对，那就是可能店员比较不清楚，然后彼此沟通可能有误会这样，对，就有那件事情这样，对，然后就发生那件事情，但是其实那个就是交货给我店员也就人还不错的，然后后来那个。就是原本拦我的那个人，他后来也有道歉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没有什么这样。好，那刚才就是去完拿完 AirPods Pro 之后，然后去列印了那个拍立得摄影作品，然后买了卡片这样，然后现在就要来写卡片。
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